像做梦。马来堂哥来上海了，我今天来接他。终于来见你了，欢迎来上海。来，今天我的范搭子从老家飞过来，来马来堂哥 say个 hi。Hello， 阿巴哥巴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来堂哥 Edison。趁着你的 gap hour， 我们要来一个上海的 trends， 包括什么 city walk 啊，然后吃 brunch 啊，还有什么喝咖啡。你所说的这些呢，我都听不懂。范搭子是什么？咖喱。咖喱囊。哎，跟就对了是吧？对，跟着我就对了。走吧，去吃 brunch 吧。OK， 走吧。很年轻人 2B1 吃个 brunch， 是第一次看到吃 brunch 麻婆豆腐饭的，是吗？哦，一定是要吃这种啊，上海文化，对，是东方美食啊。你看，哦，你就相当于去西餐点炒饭，你懂吗？没关系啦，什么来的？天气。吃饱继续 City Walk。哦，你说的典型，一定要有。对，看到狗狗 ，Hello。好大一只哦！宠物咖啡厅不是，是其实上海很多都是 pets friendly， 所以很多咖啡厅都会带自己的小狗。哦，你看，都有哎。对啊。而且这么小间的店都挤了这么多人啊。嗯、上海年轻人 2B2 看自行车店。上海年轻人 2B3 骑自行车。你知道上海是全世界最多咖啡店的城市，会比美国多、是全世界最多的、来上海你干杯、干杯干杯。上海年轻人 2B4 咖啡摊。怎么你的有盖我的没有盖？因为我阿达是上海年轻人 2B5 买花，他现在有半个上海人的感觉了，那是求婚了。没有，我要做上海人吗？是这样。然后评论区被骂上海并不是这样子。上海年轻人 2B6 摆摊。上海年轻人 2B7 街上遇无数个毛孩子。这个是上海的 pom pom， 这个是小上海，上海的胖胖胖胖。请问你在街上看到多少只狗了吗？数不清，太多了。上海年轻人 2B8 看小众店。我们先直走，不要回头，惊喜在后退。这边、这里。武康大楼打卡，怎么样？今天的上海 City Walk， 嘎嘎的，好棒！特地重玩一下来嘛，我们就作为礼仪。我们要送礼物，对，这个是我们周末的一个 goodie bag， 然后它非常的好用的，还有这个哦，好用心哦，买。然后刚刚，我说了你离上海最后一步有这个东西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就是。